来看了又看，看了又看，你当我们是白痴哦。车手从苗栗到桃园要面交80万，被埋伏员警逮捕。他坐下，双手抱头，一副懊恼模样。现在是诈欺、洗钱防治法，现行犯。眼泪就要流下，拉起衣服擦一擦。不过这是鳄鱼的眼泪吗？他表示愿意配合警方，但究竟是谁载他来，他却不老实交代，还跟员警说他搭计程车来，不过早被识破。你有看过对方吗？跟你接头的吗？对不对？有没有看过？只有瞄到眼，今天第一次瞄到眼。啊？现在像我这样子看的话，超多。现场的18岁张姓及19岁李姓监控手全都招了，他才开口说他是高雄人，原本是电焊工，人家北漂工作，他北漂犯案，涉及毒品及诈欺案，怕被通缉，住在苗栗的旅社，再由监控手再往桃园犯案，这下还没服刑又被逮。被抓过几次了？第二次。上一次在哪里？上一次在那个台中。跟你查扣你的这个现金、收据凭证、你的包包，还有狗牌，这名牌啊。诈团老梗却让戴姓男子误信脸书投资广告，面交被骗27万。当时也是这一名车手，身上挂假名牌，伪装投资公司员工，趋信于民众。你的名牌上面标注着张文正，照片是你本人，正确吗？正确吗？正确，但是他是你的名牌，对方怎么给你的？传档案给你嘛，对不对？现在不少诈骗集团面交不怕用真名真照片，只怕你不信他们的诈骗圈套。判是诈骗集团为了延揽车手，欺骗他们说用自己的本名，就代表说你并没有假冒身份的这种。毕竟车手不缺工，警方抓人抓到软，拼命打诈斩断下游外，也要持续追溯上游，看谁这么喜欢与警方斗智。本身黄启东、赖威如、徐玉成，桃园报道。